大家好，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暗龙纪元：异端审判》。上一集我们看了这个家伙，准备要跟他打，是不是幽冥的营地？他雷弱点，怕雷的，物理效果不怕，应该是指流血之类的不会怕吧。现在好像还在距离外，我没有办法进行攻击。我先换一下雷杖，我应该有一把雷杖。哎，没有，雷杖在索拉斯身上，那我还是维持好了。我就开打吧。强度上好像还好，应该不会太难打，跟之前的熊群和那个刺客们比起来。啊，他们来追我了，他们来追我了。烧不到两只哎，我烧一只就好。啊，好痛啊！我被咬四下，大概就死掉了。看起来狗狗是比较难对付的，不知道城里面会不会有。We must have done enough to draw the attention of the clerics by now. Shouldn't we meet with them? 好吧，进城。在那之前，我点一下技能好了。技能，我点这个连续发射，每一个 78% 的武器攻击，这应该还蛮创的吧？就完成了，我只要来看就完成了。我现在先找碎片，一二，剩一个。在哪呢？你不要问你照片了耶。
他没有，还是要往再往左边一点。哦，原来躲在这里哦。水还？接下来为什么我要喝水？我还有血。啊，没关系，不买也好。卡塞德拉应该就不用了吧，它这么硬。大森林的住宅，如果不知道建在离洪崖城一段距离外，豪华美丽的大森林住宅的建设来历，说不定会觉得奇怪。在欧拉斯人占据费洛登一个时代以上的以前，杰森·葛林伯爵为了让他的剑客歌手朋友吟游诗人克拉母亲安心生活，定制了这栋房子。杰森的妻子玛格丽特伯爵夫人没有疑问，理解她丈夫和克拉姆的关系，并支援他们。但是，条件是为了避免那诗人将这不好的事情传出去，不可以住在城里。杰森伯爵的《乘马道》这首歌常年来在酒店常常被拿来唱，开玩笑般说着伯爵在太阳升起前回到这间房子的样子。在杰森伯爵死后数年，直到克拉母亲90岁在床上结束生涯前，都幸福的生活在这。年老的玛格丽特伯爵夫人命令将伯爵生前狩猎用的外套穿在克拉姆的遗体上，怀着敬意将其火葬。克拉姆死后，这栋房子被当作伯爵家族客人用和一家年轻人夏天避暑的地方。房子在第五次瘟疫的混乱中被抛弃，结入自修女多卡斯格林住洪崖的生活。原来是大房子哦，这建成这样根本就像城堡啊！我看到敌人了，看他一下属性，一样是雷弱点。应该是这边的佣兵都是雷怕雷的吧？哎，这个居然是圣火系！哦，原来他是跟着这样的属性，我以为他是雷的连弹。没关系，这样的话应用上会更方便一点。我想要带有那个属性的弹，我就可以用对方造成大量的伤害。真的还蛮痛的。对方好硬，明明又不是盾战士，怎么那么硬啊？蚂蚁扩散的有点太急，还好还好，他没有用个什么旋风这些招式把我人全部砍倒。嗯，我再来看一下刚刚那个技能的说明。从帐发射属性攻击，它不是单纯雷系。顺便换一下位置。反正是跟着上杖的属性。这里要一个什么？未署名的信。艾奇德蒙在你的屁股上点火，你知道吗？因为佣兵会保护你。作业应该能够继续吧，需要的话我再派更多佣兵过去。港口的作业不要停下来，让商品保持流动，不许延宕。再来帮大家点个技能吧，点这个卡丹达点防御剑士，然后瓦里克点爆炸剑变成范围连锁的，然后索拉斯点复活。
卡在哪祈祷耶。这个孩子待在最后，他们那次倒了吗？好像倒了，好险好险。那底下的东西应该都已经捡完了。嗯，我接下来往这边看好了，这里或许还有什么。没有敌人，哇，好像有一部分的那个岩弹被乌灵挡住了。如果被挡住，它就会乱飞飞掉的样子。所以它算是这个法术的缺点吧，不见得能够确实给予伤害。这里有一个，这什么？居然没有任何功能？好吧，它有可能是那个任务的地点，只是我现在还没有接到任务。在哪里啊？哦，看到了，看到了。我走这个上面这个地方过去看看，这样应该会找到。如果有东西藏在上面的话。
像都找完了，没有东西了。这里还有敌人，而且还有任务。啊，隔着屋檐有好多都没有打中，对方是弓箭手。很好顺，电死你们！哪边是苗条？先下他。是要比刚刚的还要强一点啊！那应该是那边的首领了吧？他地板还有那个哎，有那个裂痕。好硬啊、哦！为什么王立克要跑这么近去打？希望不会找到。快结束了，快结束了！不算太可怕，就只是很硬，要打很久而已。卡尔塔的来信。我们为了这次的交易能够顺利进行，雇佣你们的佣兵组织，不是为了要让事情变得更复杂，让卡尔塔在不引起麻烦的人注意的情况下采决，周围不能被人监视，不要让难民们因为被教者的魔法师和托团圣殿骑士间的战争不够猛烈，在附近闲晃，打扰了作战计划。在凡拉玛的主要据点碰面，决定下一个行动，尽可能快点将代表派到有印记的地方，我会传达现在的情况和新的指示。远离人群的山中房屋找到没有署名的信，背后的 坏组织啊，那这个是什么未署名的信？在这附近审问会的存在感变大了，作业的进行变得危险，集中精神在防止那些家伙继续在这个区域探索，尤其是不要让他们救助十字路的难民，人们在这里扎根我们会很困扰。他来不及了，我早就已经帮助难民让他们在这里扎根了，哈哈哈哈。这里还放投石车，根本就不太像是豪宅，而是像那个城堡。
我记得这边有个碎片吗？对，哎，重走。过来了，这个比之前那个还要简单。再来，我去下面收集这附近的碎片好了，反正都在附近。对嘛，这四个都在附近，应该很容易找。这里应该都没有东西了吧？我从这边，过去那个台子还没有，去看一下。还是没有东西，那就下去吧。这么难上来啊。还有敌人。变得超爱用这招。应该还可以了。看来撑一段时间。应该在附近啊，啊，在上面。这里已经探索过了，现在换这边。
还有敌人。跟熊打架的两个人，一只熊那种，哇哇哇哇！熊过去了，那还好。碎片在山洞里了，前方又有红色，我看到狗还是狼，欸，它不在山洞里，是在上面，打一下好了，避免等一下被偷袭。赚点经验也好。上不去吧，他这里呢，也不行哦，不会真的要绕一圈吧，啊，或许这里可以跳，我跳跳上去，耶，好像也没有省多少路了，已经到城堡旁边了。我刚刚居然漏了这里没有探索。下面那个人熊大战永远都不会结束。哎呦，快剩最后一瓶水。我觉得差不多该回城了，回帐篷了，不是回城。接下来差不多，我们这集就先到这边结束吧。谢谢大家的收看，下一集再见，拜拜。